一是我的心机面膜保湿面膜，74。哎，我上次看你们讲的那些都不要看破，你们真的。我刚刚有讲到一个一定。那我觉得最贵的搞不好是他哎，盛强姐。哎呦，强强搞不好是对的。麻烦让你们找厉害点对手跟我 PK 好不好？拜托你们。我们来公布二号答案，就是最贵的。所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，热热。等一下，他一片多少钱？他一片呢是716，多十倍。然后一盒一片，好贵哦！我敷了半边脸，我才300多块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其实有在提醒你们，我刚刚说面膜它是最服帖的。你们为什么不会相信我的话？它是最服帖的。为什么你们都只相信我的话？闻得到的味道，这两个味道都很普通。但对我们就觉得它太香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前几天才去，我前几天才去贵那个百货公司买东西，他们所有的精华那种东西都是香。都是香。那个呢？公布第三个是 List 的亮白面膜，1片25，你看吧。我们现在是要最贵的，我们要最贵的才也猜错。哎，我一分了。是我大蒜面包酱是不是？这太臭了吧！哦，真的很臭，超臭的，臭高，臭高，臭太臭了。它的成分是可以吃的吗？我刚好吃一块。现在好臭，哎，好臭！哇，好恶心，这块，哇，好恶心。它现在就像大便，所以你大出来会更恐怖，因为在你身体里面会有其他的效果。理论很直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吃。而且它还会回甘呢，好恶心！等一下还要戴口罩。好，面包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。他脸很臭，我的脸都快发了。对，我看这脸都发了。好脏。快点，快点呢！第二关，我们现在呢要来猜化妆水。化妆水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先可以跟你们讲它 range， 便宜到500，贵。5000多以上，对，其实落差很大，其实落差很大，所以我觉得讲你们可以去从一些质地啊、吸收啊、味道。好，那开始吧，开始试用，一二三了哈，对。我也不用闻啊，我现在什么都闻不到啊，我只能用擦看吸收的感觉。平常应该都有用化妆水的习惯吧？我没有。好，那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个小长知识哈，化妆水其实就是再次清洁跟软化角质，它也有湿敷，所以呢，其实有一些化妆水贵的，对，你会觉得特别的保湿，是，那你可以按压一下皮，有一个超滑的哪一个？第二个超滑，而且第二个它有油水分离，你看它就知道，就是说它的成分蛮多的，滑不代表贵啊，控油产品均价都不贵，我知道答案了，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答案。没有这么多水啊！我会以防大家错我答案错一错。水不代表不好啊，因为好吸收嘛。我再谨慎一点。我知道答案，我真的知道答案。猜错的，我跟你讲，保重是错的。你在干嘛？我也没地方涂了。翻不干。好。我现在只听错答案。一二三。我知道答案了。是吗？我们等一下先从最便宜的公司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不能把你们讲答案，我不能跟他们说。不要吃那个东西。我不想吃，那真的太臭了。再吃一次，我就不录。哎，这么有味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墨菲定律，等下吃。没有啦，不要逼我讲话。你觉得哪一罐比较臭？可是我很怕会输。擦一下鼻孔，虽然洗一下那个味道，真的很臭。好呀，好呀，这个就是给你。好来啊，3、2、1，翻牌。3号是最贵。3号
二号是最贵，是我吗？最贵，二号，哎，二号现在两票，哎呀，我也在二号、三号之间挣扎。我跟你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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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知道市面上很多开架式都是这样，都是这种油水分离。我之前用的很多开架式都是像这种有胶原蛋白，然后会黏黏的，然后吸的也很快，但很快就没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来先公布。最便宜的就是一号肌研保湿化妆水，它一瓶市价440元，440而已，太稀了。觉得年轻的用这款一直 OK， 像木木，我就够了。小伟哥，这个小伟哥，小伟哥也都用这款啊。好，最贵的，好来哦。最贵哦，我不敢错。最贵的是三号海洋蓝蓝矿泉水。不是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最便宜的本来就不叫海洋嘛。它的价钱，它的价值差不多是5000。哦，那它一直都是顶级性的保养品。我知道，而且我还有优惠。好白痴。三号，好。哎，我那不用错，我答对了，我答对了。木木，我是要跟我吗？没有，你只有答对一个。我就答对最便宜的，我本来就不在乎。中间啊，因为刚刚中间有一些有问题，它是 Dr. May 的美模式。双精华化妆水，它的价钱呢大概是1680，你们是一样的。强强恭喜你，哎呀，我是我答对了，那两个怎么办？两个都吃，没有，不是我，两个都吃。自信，然后现在输了，我让他跑一下，左右放，来钱，来猜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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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，三个，因为都写错一个啊，好，三个都错一个，谁？错一个，我们三个都错一个，不是我猜最贵的，我们也猜最便宜的，可是你们不是要猜最贵的吗？贵跟便宜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，真的好臭哦！好臭，我觉得还不错。